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每日祈祷，伴你今天经历与神相遇的美好。主，雨水最多的地方，青草最绿。爱尔兰向来多雾，结果得到了翡翠岛的美誉。什么时候我们遭到苦难的雾，悲哀的雾，什么时候我们必定会有一颗翡翠的心，充满了你的安慰和爱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说燕子不见了，它们死了。主，你告诉我们，它们并不是死了，它们越过大海飞往远方去了，它们不久还会再回来的。主，不要让我们说花死了，严冬把它们杀死了。你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严冬给它们加上白雪的大衣，不久它们仍然要抬头吐气的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说太阳熄了，黑云把它扑灭了。不，你告诉我们，太阳在黑云后面替我们酿造夏天。主，让我们也不要说我的神忘记了。主，你并不是忘记，而是迟延，为要叫我们爱你更深。你让我们等候，为要操练我们的忍耐，试验我们的信心。因此，主啊，我们应当继续在盼望中等候。应许虽然迟延，绝不会延得太迟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